身体状况都还不错，就是调整都还不错。那就是其实蛮期待快点比赛这样。之前每次冠军战都打得蛮好的。就没有特别吧，就是希望每一个打击不管比分怎么样啊，就是每一次都是要把握住机会啊，因为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东西如果让球队不管后面战绩怎么样都会很大的帮助这样。有观察上一轮的比赛吗？看他们打。有啊，其实都有在看啊，然后也特别去注意投手的状况嘛，对方投手状况，就是也是会自己去冥想一下当下比赛状况这样。要特别注意打的投手。都有注意耶，因为他们同一投手一直来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团队嘛，就每一个人都是一点一点帮助球队。